记得双击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北京这天啊，今天有点怪啊，晴天下雪啊，这太阳还跟天上挂着呢，这边就飘着雪花了啊。我给大家照一下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太阳啊还挂在这个天上呢啊，然后下面呢飘着雪花啊。这雪花感觉跟这个平常下的不太一样啊，晶莹剔透的啊，而且它比较小，这颗粒啊好像在这个空中飞舞一样啊，还是挺好看的。刚才也是我老婆这头啊看别人发这个朋友圈了啊，然后说北京这头下雪了啊，然后我才过来看看啊。因为北京这天今天是大晴天啊，太阳还跟这天上挂着呢啊，所以有点不信啊，然后一看还真下雪了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种天气吗？大晴天啊下雪，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这留言区留言啊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